所以谁最强，谁最弱？肉食动物啊，最强。剩下三个他们自己去排吧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。那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拿到跳段的机会吗？其实我不太想拿跳段，我也不太想拿跳段。不想跳。我们先别说这个大话。好好，这万一被淘汰了，哇塞！刚刚读稿会反馈怎么样？还行，有些梗可能在舞台上呈现可能对对会弱一些，对，因为我们一直演的线下嘛，然后可能要针对这个，然后去调整一下段子。因为我们改的东西比较多，准备今天晚上一会儿再去排个几遍，然后明天再去排几遍，去熟练一下内容。你这个，我求求你，我锤死你！不要给我搞什么综艺效果。现在还觉得自己可以跳段吗？那正常演吧，我觉得也没必要非去争跳级名额。是的，力争晋级，你这样还能再多演一演，大家还能多看一看，开开心心晋级就好了。是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木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晃晃。我们是肉食动物。我们又来讲漫才了。哎，是的。晃晃，哎，知道人生四大喜事吗？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嗯。久旱逢甘露，他乡遇故知。哇哦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想想真的很开心呢。是的。金榜题名时，然后就洞房花烛夜。两件事啊，这是两件事好吗？他乡遇故知，然后就洞房花烛夜。这就是出差遇到老同学了吧？我觉得这里面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洞房花烛夜，想结婚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还是单身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单身松狮呀。单身狗就单身狗，没必要前面再给我加一个品种，好吧？而且我发现了，我好像就是追不到女孩，是因为跑得慢吧？我说的是追求的追啊，追求啊，嗯。去吧，单身狗。我说的是跟女生约会，而且我觉得，如果要是想跟女生约会的话，应该带她去那种可以让她心跳的地方。坟场，那个太恐怖了，好吧？游乐场就可以了，想带女生去游乐场。哎，是的，简单呀。啊，浩浩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久等了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等到长蜘蛛网了是吗？这也等得太久了呀。哎，我们今天就去这个游乐场玩吧。这家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家开的呀。没必要搞一个富二代人设，好吧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就好了，好吧。哎，这样我们先去玩那个旋转木马，好吧。好呀。哎，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这是摇摇车吗？妈妈的妈妈叫王玉兰。王玉兰是谁呀？我外婆呀。摇摇车怎么知道你外婆的名字？我们家开的呀。还真是你们家开的呀。这样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正常点的旋转木马？好吧。哎呀，今天真的是好开心呀。是啊，我也是的呢。丁，哎，粮食磨好了。有人拿旋转木马拉磨的吗？你倒说真是个商业鬼才啊。劳动娱乐两不误嘛。哎，你看啊，今天天气这么热。是啊。我们去吃个冰激凌吧。老板，一个冰激凌。哦，就买一个呀。你也想吃吗？当然呀。学个独角兽就给你吃呀。独角兽怎么学呀？啪。好可爱。够了呀。哎，我觉得如果想增进两个人的感情的话啊，应该啊去玩点刺激的。比如过山车。你看过山车。人家过山车玩的就是刺激。你看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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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了吧。
也太刺激了呀！人家过山车有轨道，按轨道跑就没事。你看，高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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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也太复杂了吧！我外婆的名字王月兰。草书呀，你外婆也太自恋了吧。这样我们能不能玩一个正常点的过山车？好吧，高高高高高高，第一次坐还有点紧张呢，你会不会有紧张？你要紧张你跟我说好不好？你跟我说就不紧张，我说这么多你会不会想我烦？回来呀，过山车还带分叉的吗？不好意思，出轨了。过山车没有情侣会想坐吧？我们不是刚坐完。哎，我觉得如果过山车不行的话啊，那我们就去玩鬼屋。这也太恐怖了吧！芝高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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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芝高，没必要那么害怕，有我在呢，好吧？芝高，没事，有我在。我们好像忘买门票了。说的不是这种害怕，是鬼屋里有的。芝高，没事，有我在。独角兽，这个冰激凌还在吗？独角兽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这个时候给我出个鬼，好吧？芝高，高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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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轨啊，哪个出轨你告诉我。不是，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，那我们去玩点浪漫的吧，好不好？比如摩天轮。啊，好高，好害怕啊。哎，没关系，有我呢。我去，更害怕了。别跳啊。你如果害怕的话，我们两个聊聊天，聊聊天就不害怕了，好吧？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？我的爱好啊，自由落体。别跳了，就这么想跳吗？不想跟我聊天的话，我们就看看烟花大会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，爆啊！灰姑娘，爆啊！白雪公主，爆啊！这个最大的，我的外婆王玉兰呀。够了呀！谢谢大家。3 2 1，请锁票。不错，他们四个全是给王玉兰拍的灯，对不对？对，拍在我外婆身上，都是王玉兰那时候啪一拍了。哇，王玉兰太酷了啊！我外婆的名字王玉兰，王玉兰，玉兰，兰，王玉兰。谢谢我外婆。你不会用的真的是你外婆的名字吧？其实是我奶奶的名字。你看看，对，哇，行。突然感人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好写，对，好写。而且他们两个感觉特别有 CP 感，就是那种没头脑和不高兴的感觉。你很精确的总结出了这一种表演风格，就是。而且我觉得他演的那个女生是个搞笑女吧，啊，所有的气氛都给捏灭了，就。是的，得是。确实是没头脑和不高兴，其实是挺好的对漫才的一个总结。对，是的，基本就是这样。对。二位还办这个儿童专场是不是？对，演了一场。然后就是十二岁以上都可以来，因为之前线下规定是16岁以上。杰哥的小朋友看他们吗？哦，没有，他们没有，还比较小哈。他们确实是深受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喜欢，他们很多小朋友喜欢。对对对，肯定，因为他们好多灰姑娘啊、白雪公主什么那些童话故事有意思。哦，那可以去感受一下。对，